Everybody okay? This is address the final session. Maybe you're so tired, but this session will be one hour and a half session. Okay. The previous session, moderator Chen Guangxin and the Gao Ximin defined this session as a youth conference. Okay. I wonder what is youth? Young scholar. Young scholars may be full of energy, or full of emotion, or their deep knowledge about one point, lack of wide view. Maybe, I don't know. This is their usual perspective. Okay, I define their youth. Youth is a beginning. Youth is a beginning. Beginning of everything. We gathering here for 2 days, yesterday and today, argue about many things, from Bandung to th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or the new colonialism, or everything. We declare, we forget it. We forget every problem we argue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let's begin the first stage, from the first stage. So the, I'd like to hear from young scholars, comparatively young scholars, about the feeling or emotion, your Bandung, my Bandung. When you hear about Bandung conference,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feel? What's your emotion? I'd like to hear. Or, of course, sir, in this place, you can declare anything you like. You can say anything you like. Your time is 5 to 10 minutes. 10 minutes more, of course, okay. But please speak 5 minutes more, okay? Okay. Let's begin. Okay. For he's the first speaker, and he's the first speaker. The I will introduce Wang Jiming. Wang Jiming, from Taipei. From Taipei. Okay. What's the okay? 我先谢谢池上先生，然后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王志明，来自台北，现在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工作。那非常的意外，因为我没有想到说我会是第一个发言的，因为在按表操课不是这样子，不过没有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水来土掩。首先我要先跟先谢谢主办单位特别光心跟市民安排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参与雅济书院的活动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到今天这个会场，我觉得感觉特别不一样，尤其昨天一开始我一整天是非常的兴奋跟激动，因为真的第一次看到亚非拉在一起，所以就情绪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会议的安排，确实有一个尝试再现亚非拉的这个精神。那么当然在进入到这个这些不同的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也获得了非常多的知识，所以很多的知识跟启发。那么我觉得尤其重要的是，透过这几位讲者的这个发表，让我看到那个世界地图的模样开始改变了，或者是说更为的生动，把原来相对而言铁板一块的非洲，慢慢的我看到乌干达，看到了南非，看到了新巴威这几个，其实听起来
在台湾来讲不陌生，但是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具象的表现，以及他们，内部的这些不同的经验脉络开始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呈现。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谢谢来自非洲、来自加勒比海的这几位老师们，确实让我们有一个具象的理解亚非拉的一个机会。那么再进一步，我本来准备好的讲稿现在大概基本上被打乱了，但不管怎么样，我在试图说两件事儿。一件事是，就是我们在这个会议的这个组织上，就知识的生产上面，我想上一个 panel， 光兴也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说，究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头，我们的知识，怎么讲？重现万隆会议或重现万隆精神，我们能够做的层次到底在哪里？那我觉得在知识层次上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而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再往前推进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先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于万隆的记忆究竟是怎么样，那这个记忆的知识背景来自于哪里。出生于1975年的我当然没有去过万隆，希望今年暑假有机会去，可是我们确实对万隆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或认不能说理解，而是说有一定程度的讯息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系统里面。那我对我个人来说，这个讯息来自于在美国念书，在一个所谓美国脉络下面的逐一研究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当中所形成的对亚非拉的认识。所以它不是一个亲身经验的身体感，但是是一个知识脉络当中所形成的一个知识系统。这里头包含了譬如说对这个泛非洲Pan-Africanism 的一个理解，对某种程度上大亚洲主义的一个理解，那么当然更进一步的，比方讲在我觉得加勒比海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尤其的重要，因为加勒比海不仅联系了在美洲的黑人，这北美洲跟南美洲，同时也联系了跟非洲之间的这个关系。而这些比方讲牙买加的这个学者，像 James C.R. James 或者是甚至 Stuart Ho， 在某个意义上面建构了或者说提供了我们理解文化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跟参照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或许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的把这个逐一研究里头比较跨地域的transcontinental 跟 translocal 的这个层面把它再带回来。那这个部分其实包含了我们对于所谓离散族群的一个关注。所以比方讲，当我们在谈非洲的时候，或许我们不是只是在谈the people in Africa， we also talking about the African diaspora。同样的，比方讲的，加勒比海或许也是如此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放回来这个讨论脉络里头的东西。第二个是，第二个我想切入一点亲身的经验以及自身的位置。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再提一个，就是昨天一开始 Hilma， 所提出的一个讨论。那这个讨论其实，在刚刚勋哥老师的回应里头其实有一点点触及的，但是我想把它再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万隆会议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纪念活动或纪念会议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处于哪样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纪念它，或者说更精确的说，究竟这个活动跟万隆会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放到一个现实脉络里头讲，就是我们的知识生产跟这个亚非拉政治实体上面是否能够产生一种互动关系。那刚刚孙老师的一个说法相对的悲观，他觉得在就是说他用他的说法是说他没有办法跟其他的这个地方的知识分子采取相同的这个位置，那么会有相同的 capacity， 就这个影响政府政策来讲。那么但是我觉得这同时是我们需要把它提到前台来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学院进行学术生产，甚至有企图想要逸离学院的脉络去影响社会的时候，那么我们究竟跟社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记得尤其是昨天是自强讲的吧，就是好像政府跟怎么讲，就是我们能够对政府所做的事情并不多。那以台湾的经验来说恰恰相反，因为我们在台湾都会认为我们是这个纳税人，
所以纳税人有这个有责任跟义务要盯紧我们的政府的这个所作所为。那我当然不是说台湾这个经验特别的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想转换一个我们对于个人跟政府跟政治之间理解的一个方式，或许我们能够推动的部分还有很多。那我最后时间不多了，也许超过一点点时间，我就把最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怎么讲，在这个会议当中也许可以再放回来这个里头的一个说不上记忆吧，但是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这个片段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如果想象台湾跟万隆会议的关系，比方讲像现在大家不会在台湾，大概没有人会去讨论万隆会议60周年，可是事实上台湾跟万隆会议确实有一点点关系。倒不是说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派了什么人去参加，而是在当时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叛乱团体的这个台湾共和国确实曾经派了试图要去参与这个万隆会议，所以他们派了一个当时原来是印尼华侨，后来行走在这个几个地方的这个台湾宜兰人叫陈志雄，就是智慧的智，然后高雄的雄，去了这个万隆。那么这个人当然后来就被国民政府抓，国民党政府抓到，然后就被当成是政治受难者给处理掉了。那么可是这个故事慢慢的最近在他的后辈的一些网络上的书写里头被披露出来。虽然注意到这个故事的人其实并没有很多，台湾也并没有因此重新燃起跟万隆会议的这个关系，可是在某个意义上面他提醒我们呢，起码在我看起来提醒了两件事，就是万隆会议所标榜的一个政治独立的这个精神依然，或者简单讲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超客殖民主义或殖民性的重要的一个载体，依然作为对那个时候的比方讲陈志雄来说好了，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跟期待。很显然当时的建国没有成功，对，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载体的这个问题依然成为我们今天必须不断去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另外一个层次我觉得比较想说的就是说，陈志雄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对台湾来讲是跟第三世界连带的一个尝试。它也许不是唯一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去想象台湾跟第三世界连带关系的一个线索。那么我们如何在万隆会议的这个纪念的脉络当中重新去认识这种尝试跟线索，更具体的来说怎么样去理解到说当时万隆会议在组织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以及能够参与的人，比方讲我们在这两天的会议里头提到那个 Richard Wright 去参加了，那他去参加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 representation 或者是 participation 该怎么样被看待，那或许也跟我们如何继续生产有关于万隆会议或万隆精神的这个努力也许会有一点点关系。那很抱歉占用一点时间，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You can more time. No, that's fine. No. Okay, thank you. Next is Zhou Zhang from Shanghai.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老师还有高老师的邀请。这两天就是非常密集地接受了很多新知识，我那么这些需要慢慢消化，我现在还很多大部分是还没有办法回应的。接下来呢，我想利用这点时间就是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来谈一谈万隆会议。我的发言题目是万隆精神在20世纪中国革命脉络中的位置及其复兴的可能性啊，这样一个题目。那么就是说在中国当然有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理解万隆精神，那么在中国来理解万隆精神，我想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或者说一个背景是把万隆精神把万隆会议放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脉络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在那种中性的比如国家治理或全球治理或一般的外交关系这样的这个序列里面来理解万隆精神的。那么这个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脉络非常复杂，我那么和这个主题相关，我想树立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在我看来它构成一个坐标，那么我想试着把万隆会议或者万隆精神放在这个坐标里面来勘定它的位置，这是我这个发言的一个核心。那么第一条就是说，第一条脉络呢，我说这这个万隆会议精神，一个狭义的万隆会议精神的体现是团结的主题，就是这很多与会者都讲到了，是求同存异的主题，是在挑战不挑战固有格局的前提下，那么和固有格局的这个互动和交流，这也是孙戈老师刚才讲到为什么万隆会议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共的性格，但是中国依然参加了并且积极参加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谋求建立国际新秩序。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从这样一个脉络来讲呢，万隆会议也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前史。这个前史呢，我们可以拉到1949年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在渡江战役的时候，那毛泽东就发出了一个声明，提出要和美国建立平等互助互利的关系，要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啊，就有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再之后呢，是和苏联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这里面也体现出了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精神。那么再之后呢，是从1953年到1954年，先是和印度，后来是和缅甸，这个周恩来总理在外交活动里面阐发了并且逐步成熟了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么我们这次会要设计的万隆会议呢，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在一个大的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检验，一个试炼。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刚才讲到的求同存异呢，是一个综合的结果，这个综合的部分大概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是17世纪的主权理论，然后是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压迫与被压迫、殖民和被殖民的这个基本格局的一个解释。第三个就是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实际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以上三个东西的综合啊，这是一个历史的结果。那么在万隆会议之后呢，60年代初，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对于世界的一个想象，也是在世界当中中国的位置，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间地带理论。那么中间地带理论实际上是在1946年的时候最早和美国一个记者的谈话当中就提出的，但是60年代初，这个中间地带理论做了有一个进一步的完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只举一个例子，就是64年的时候，他甚至发展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两个中间地带就是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国家。我这里不去具体展开。那么在这最到后来呢，是1974年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啊，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当然这中间还有1972年和美国的建交和日本的建交以及加入联合国。实际上我是把所有这一切放在一个序列里面来认识的。把这个万隆会议放在这个序列里面来认识的。那么这是当然如果还要再追溯的话，我想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在抗战时期所提炼出来的统一战线这个政策这个理论运用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体现啊。所以我们就得到了通过以上的梳理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从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啊，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万隆精神到中间地带理论到第三世界理论，是这么一个序列。但是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因为我们今天好像听起来这个序列很顺，我们在今天的语境里面非常容易理解，所以我们领导人也要出席这个东西啊。
怎么理解这一切？理解这一切，就是万隆会议的精神是在，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在这个求同存异的所谓共同发展的这个层面上，或者进一步说，就是在反霸权这个意义上被把握的吗？我觉得还不够。那么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脉络，我刚才讲到的另外一个脉络，坐标的另外一轴。因为我们注意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当中，那么除了我刚才所梳理的这个脉络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脉络在紧密的和它配合，或者说对它进行监督，或者毋宁说它就是一个脉络。我这里区分了两个脉络，是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但实际上在中国革命的具体的展开的实践过程当中，这是一个两，这是合二为一的，实际上是一个脉络，一个过程，一个同步展开的过程。那么这个脉络简单的说，我称之为斗争的脉络啊，斗争的脉络。这里的斗争不只是像反霸权这个短语所提示的，它只是在反某某的意义上存在的，它不只是一个防御性的东西，它有自己的创造的维度，它有自己的革新的维度，用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话说，它有自己的要创造新生事物的追求。那么这个新生事物在当时的一个总的名称，就是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它的高的意义上的就是共产主义。那么建国以后的历史，既是联合亚非拉的历史，也是和美国日本建交的历史，也有加入联合国的历史。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更需要分析的是，我们在联合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还坚持了什么？我们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同时做了什么？我们还坚持了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涉及到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党和政党的关系。在建国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的铁托集团，对意大利的陶里亚蒂集团，1963年开始的对苏联的九评，都是我说的我们坚持了什么的一个体现。我这里有一些例子，但是时间原因没有办法去讲，我只讲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这个会议上的讲话。他这个讲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去争取民族独立、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一旦复辟就走上帝国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只表述为我要加入某一个秩序，而是说我在这个秩序里面还要坚持做些什么，这个东西是贯穿始终的。当然就具体的历史现象来说，在整个我所梳理的这段历史当中，上述脉络是错综的。有时候我们指责别人是修正主义，有时候我们又被别人指责为修正主义。比如说在1975年、76年、77年的时候，那么阿尔巴尼亚党就批评我们的三个世界理论，或者其他国家所讲的南南合作或者不结盟运动是修正主义，就这个是在现象上是比较复杂的。总之存在着这样两条截然不同的脉络，但是我也说这不仅仅是对立的脉络，不是一般的对立的脉络，而是动态的对立统一的脉络，也就是矛盾的存在。我这里所说的这个矛盾，不是在贬义上说这个不成立那个意义上的矛盾，而是说是对这个状态的一个客观描述。有了这个理解，我们才能理解才能看到新中国的很多运动，比如说在哲学上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这个问题的论争。比如说在生产力领域，我们一边讲生产力发展，一边特别重视生产关系，反对唯生产论，因为我们比西方理论家更好的以实践的形式发现了，那就是没有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力的再生产是无以为继的，是一天也不可能持续的。就是说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了，我们是在一个综合的脉络里面来推进我们对于包括像加入某些既定组织，或者某加入建立某些外交关系这样的在今天看来非常容易的事件的理解。好，那么基本的两条脉络就是这样的。我最后我想用毛泽东的矛盾论来总结一下。矛盾论讲了矛盾的两个原则，一个是矛盾的斗争性原则，一个是矛盾的统一性原则。那么我梳理的第一个脉络就是从统一战线到第三世界的脉络，它的哲学基础是怎么是什么呢？是我想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原则，也就是相对静止的原则。我梳理的第二个脉络就是战斗的原则，是绝对斗争的原则。
毛泽东说，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斗争是绝对的，是提示着质变的，统一是相对的，是提示量变的。斗争引导着统一，质变引导着量变。同样，阶级斗争引导着统一战线。没有斗争就没有统一，就像没有乌托邦就没有现实，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统一战线。那么同样，没有共产主义就没有我们讲的各民族各国家的和平共处。一句话，没有第二条脉络就没有第一条脉络，并且没有第二条脉络，第一条脉络就无法被赋予意义。那个日本的理论家丙谷行人，他说他以前就是他是批评苏联的新左翼，但是等到苏联真正解体之后，他感到茫然，他感到窒息。从这里出发，他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共产主义问题。那么我想呢，就是在他的这个意识的转变当中，也提示了我在上面所勾勒的那个脉络，那个矛盾结构。也就是说，万隆会议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矛盾结构里面才能得到实质性的体现的。我们今天要重新复兴万隆会议的精神，因此就可能首先是要建立使万隆会议使万隆精神得以可能的那个矛盾结构。当然不是重复过去的那个结构，而是提出我们今天的我们同时代的矛盾结构，在尊重今天的我们同时代的矛盾结构的基础之上，在反向上学的意义上重新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来思考万隆会议的前提。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One thing, and Bingo Shinden here in Japanese, Karatani Kojin. Okay, thank you. Next is the Baek Ji-un from coming from Seoul.大家好，我是从韩国来的白秋云。是这样的场合有点困惑。我是本来，首先是非常，还是那个没有时，因为这个即使没有时间，我还是要表示一下这个给这个主办的这个关心，还有其他市民，还有张森老师，这个给我这样的真的很珍贵的机会，真的这个第三世界或者那个这个亚非拉，就只那个通过这个书上来听到，就没有这个这样的身体的经验，所以这样的身体的经验，我是真的觉得很珍贵。我是经常来中国，跟这样在参加这样的会议，跟中国那个外国学者其他的那个东亚朋友讨论，但是我这是作为这个第三世界的会议，就是觉得感觉有点不一样，所以我本来是要这个把我的那个讨论的这个稿子就是用英文准备，但是真的现在不知道就是用哪个语言要说，现在。都可以。So since I prepared my discussion in English, I just like to just present in English. So to begin with, I would have to talk about the South Korea in relation to Panjin Conference. So as you know, so neither South Korea nor North Korea was invited or was not in the conference in 1955. As to the absence of South Korea, so far I do not know the exact background why we were not there. So at first I thought maybe we are the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is is not the reason because many of the US ally countries were there. So I just to learned from Ikegami during the lunchtime both Vietnam were invited to the Bandung Conference. So
even though it was right after the Indochina war. So I just don't know why both Korea were excluded. Yes. So the first time we found the connection, the third word, you know, with South Korea was like Professor Baek Young-seo yesterday mentioned. It was when the poet Kim Ji-ha received the Lotus Prize from the AALA Writer Forum in 1975 when he was in prison. And 1984, for the first time, two Korean literary figures were invited to AALI Writer Conference, which was held in Kawasaki in Japan. But they could not attend that because Korea was still under the military dictatorial regime. So like this, while Korea was physically blocked from the excluded from the stream of the Bandung or non-alignment movement, but the third world as a spirit was not completely absent in South Korea. So the third world as a notion or as a discourse was actively circulating in the vein of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throughout 1980s. So especially it was outstanding in the literary fields. So lots of literary works of Africa, Latin America were translated into Korean in 1980s. So the Changbi Publishing Company, so which you know, Professor Baek and I also are engaged, so also published the Third World Literature Series, which consisted of 16 volumes over 13 years from 1976 to 1988. So the series covere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ork from Africa, Latin America,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Palestine, you know, literatures. But strangely, there was little interest in Asia itself. So no Chinese literature, no Japanese, only one volum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a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So there was some kind of, you know, bias in the concept of third world. So as some of Korean, you know, scholar like, you know, Professor Baek Nak-cheong, you know, recognized later, so this situation tells us that the conception of the third world in Korea at the time was problematic. So I would say that in Korea, the third world had two faces. So on the one hand, it gave u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hen it comes to the social movement. It gave us the feeling that we are connected with people who are fighting against their own dictatorial regime outside, you know, somewher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o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nationalism was playing a critical role in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movement at that time in Korea. So this is very contradictory things. So the vision of beyond nation that the third world opened to us is very valuable on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ird world was a fantasy in a way, I would say. We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as going on in those regions that we call third world. So we did not have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third world, what third world is. And the notion of solidarity was also very vague and abstract. So I think this is why the conception of the third world in Korea just disappeared so quickly when the Korea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 in democracy in 1990s and made some economic success in 2000s. So this is the experience of Korea. I brought this here because I think that Korea might not be the only case where two contradictory faces of third world coexist. So now, for the last 2 days, we are discussing how we resume the Bandung spirit today. So in order to make this doabl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first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professor, Mr. Ikegami just told us to speak what is our emotion toward Bandung. But I just like to say that we shouldn't be emotional. We shouldn't be too much sentimental. Becaus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stay cool and look at the fact, the historical fact objectively. So
Certainly, just to, maybe we all have kind of romantic memory of the third world, you know, in the past. But just to romanticizing the Bandung spirit would not help in this situation, in this juncture. So rather, we need to start with where it failed. So like many participants said, the Bandung spirit has been forgotten for a long time. If it's the truth, if it's so, but then there must be reason. And then if we just certainly blame like neoliberalism for that, then there wouldn't be much we can discuss now. So we have to look at the inside of Bandung and inside us, not the outside. So this is the first point I want to make. And so then if we are to resume the new Bandung now, then what agenda are we going to propose?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So the main agenda in 1955 was certainly was national liberation or decolonization or anti-imperialism. But the situation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now. So now we are facing the negative legacy that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has left in different, you know, countries. So I would say to many of countries from just AALI reason already achieved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in general way. Of course, you know, we have Taiwan or other countries still, you know, struggling this issue. But still, even though, but South Korea, I don't know. We already had national state, but we are kind of still divided country. So the nationalism or national state is still, it's just an ongoing issue to discuss. So now we are seeing just a lot of problem are coming out from the national state or nationalism. So if we are going to resume, so in this way, if we are going to resume the new Bandung, I think nation state has to be still a major issue, but not in a different, but in a different way from the in 1950s. Then, so another issue, this is very difficult and uncomfortable problem, but I still, we should not avoid this. This is the Chinese role in terms of the resuming new Bandung. So the Professor Samir Amin gave us an inspiring message, but just my feeling after, you know, about his, you know, message. So in some way, I could not help thinking that he's in some way too optimistic when it comes to just Chinese way to overcome the neoliberalistic globalization. So we all know that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for China to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But there, so this is why it is really important how China looks at the world and how China addresses the third world legacy. So it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but we shouldn't be too optimistic. So yesterday, so the question we need to constantly ask is that, so is China going toward a different way that the Western imperialist countries went in the past? So China is really, so like yesterday, during, among the yesterday discussions, so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one of the discussions mentioned the New Silk Road Project or AAIB was, unless I didn't understand well. So AAIB or New Silk Road Project was a kind of new, we can see that as a new version of Bandung spirit.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issue how we look at this. So this kind of issue we still, so China is really going like overcoming the whole like neoliberalism system, or China is just going to try to another attempt inside the capitalist system. So just we still to keep just eyes on it. And actually, I was going to ask you just the other one is the Chinese legacy of third world. I think just Janan, he just mentioned and he just mentioned many times the contradiction, Mao Dun.
对，我是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about so because in Korean experiences we also have contradictory like reception or contradictory conception toward the third world. So there might be some kind of contradictory like conception in terms of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ird world. So it's not like a negative way. It's not a negative one. So just how we look at or how we analyze just objectively, it's most important task we should do. So this is my just final remark.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The next speaker is Ngoi Gwatpong. We usually call her Yueping. Okay. She's a Malaysian, now teaches in Singapore. Good afternoon. I will use the Mandarin to present my thoughts. Thanks. 各位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可以这两天在这里跟各位学习很多哈。我来自马来西亚哈，现在在新加坡教书，那在新加坡居住已经有十年以上哈，所以距离这个班东会议的主场哦是最靠近哈，所以我今天其实有很复杂的一些情绪，或者说有更多的困惑哈，尤其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待新马印之间的关系哈，所以可是我首先想要提的就是说有关班东会议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其实像刚才知明所提到的，就是说那个记忆到底是什么哈，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差异非常大哦。那如果我们问我们的学生知不知道班东会议，他可能是说班东我知道，可是他说班东不一定是指在这个印尼的这个地方班东，而是指一种饮料。所以周末老师可能知道说马来西亚很喜欢喝一种饮料叫做班东，它是一种那个粉红色的这个水哦，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玩笑的话哦，不过这玩笑的话也重新会让我们去思考说，包括对我这一代人来讲今天重新去谈万隆会议，重新说要去挖掘这个万隆精神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是要以怎么样的一种认知的方式。我其实比较同意说现在不是在谈一种复兴，不是在谈一种重启的计划，而是必须要去检视万隆的这个会议它的一些原则在这六十年当中有起了怎么样的变化，那这变化当中我们应该再怎么样用一种不同的原则跟基础来看待哦。所以我觉得还是必须要用一种比较批判式的方式去谈这个万隆会议它所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些启示哦。可是在这里面我想回到一个更小的一个历史的界面来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万隆会议举行的1955年，在新加坡跟马来亚其实有两个重要的事项。那在马来亚1955年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个重要的谈判，就是华林会谈，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Baling Dialogue。那当时出席这个华林会谈主要是当时马来亚的联邦的代表东姑阿布杜拉曼，还有包括当时的马华的代表，就是陈真禄丹钦洛，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 David Marshall， 然后由这个马共方面的这个代表就是陈平，还有马来马共的领袖就是 Abdullah Sidi。 所以这一个华林会谈当然是失败，因为当时要求这个马共无条件的这一个投降哈，所以这个当时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有一点联系，是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万隆会议的这个前后哦，所以当时对于中共对于马共他们应该转向所谓的这一个宪政和平，还是继续的武装这个斗争哦，其实有了分歧。我先把这个谈到这里。那第二个在新加坡来说，新加坡1955年哦，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议会的选举。那这个重要的议会选举的重要是在于说，华人哈、哦、当时是可以以华人当时是可以首次投票哦，因为过去
其实在这之前新加坡有这一个选举哦，可是只能够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的英国的侨民或者是英属殖民地投票哦。可是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华人投票当中有两个不同的阵营哦，一个是亲英的保守派，另外一个是代表这个反殖的这个工人阶层，可是他们都是属于所谓的讲英语的这个社群哦。那我先要把这三个连接在一起，是跟我等一下谈一个事情是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暂时回到来2015年哦。那2015年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新加坡政府在现在的一个 MRT 站就叫做 Dhoby Ghaut，就是多美哥这个 Dhoby Ghaut MRT Station， 它立了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其实是纪念马英抗争，对，所以这个马英对不起，是这个所谓的马英抗争。马英抗争其实是发生在1963年，1963年到1966年为止哦。那主要是当时哈，这个印尼其实反对所谓的大马来西亚的这个计划哦，而且在学界当然普遍认为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计划要把马来亚还有北婆罗洲的沙巴还有沙捞越甚至说新加坡加入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当时英殖民地政府的一种反共的一个意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之后印尼其实对于这个马来亚地区发动了所谓的这个攻击的行动，所以这个马印这个纪念碑主要也是纪念当时最严重的一次这个大厦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厦里头发生的这个爆炸的事件哦，其实就有大概30多人死伤哈。那为什么我要把这一个事情再拉来讲，就是试图想要去勾勒出可能就是说当时印尼跟马来亚之间它存在的一些矛盾哈。所以我觉得这当中可能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就是说在2020年在2045年的时候，在马来群岛也包括说印尼在内，其实有不同对未来的一种和平的方式，包括2000年代提出了所谓的这一个Melayu Raya， 就是大马来游的这个计划。那当时希望说在马来群岛连接所谓的泛马来人，那这个泛马来人他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族群的概念，他不是后来的一个马来民族的概念。可是在1965年的时候可是在所谓的这个1960年代的时候，马来西亚计划这个印尼其实没有成功去阻止这个计划之后，他们也提出所谓的大印度尼西亚，对，所以大印度尼西亚也是另外一种希望说可以建立所谓的马来族群里头的这个马来民族以同样的文化语言作为一种连结哈。所以我们其实我从这里面开始就想象说，其实在很早之前哈，我们看到不仅仅可能新马印还有非哈，因为还有所谓的 Mafilino 的提出哈，当时其实就有希望通过不同形式的一个合并跟一个共同体的这一些连接哈。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想说这些共同体的连接从过去的一个马来群岛的形式，它转换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万隆会议，它可能还有一个区域的连接的时候，那我其实比较关注的说他们背后的这个连接跟他们的精神基础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我非常同意 Hilma 的一个想法哈，我也觉得说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万隆会议的时候，其实当然我对于万隆会议里面谈的自强自立或者团结其实是有认同感，可是到底这个团结的原则、团结的基础还有团结的对象是谁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断要去追问的，尤其是说过去我们讲说这一个原则很多时候它是以国家跟国家作为一种关系的基础哦。可是我自己的确也在思考说有没有一种能够超越国家的一种连接的方式，这个超越国家的连接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不同群体之间哦，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团结这样子的一个命题哦，而是说能够真正的去贯彻我们所讲的一种互助跟
共生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个是我对于今天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再谈团结，甚至说我们今天重新再谈友谊，甚至在谈兄弟情感的时候，这背后其实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把它简单化。对，尤其是看到说其实今天新马印一直处在我自己的想法，在那个表面上政治上好像有一种潮来潮去的感觉，对印尼的想象，新马感触最深的就是掩埋，对，然后相互我觉得都有一些比较是看不顺眼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民间不是这样的，民间无论是刚才方慈 Jamie 他所提到的60年代有也通过这个班东会议，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民间团体的连接，甚至是现在的公民社会的连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寻求一种新的一种连接的这个方式，所以我是有一点想要带出他们之间的这一种可能张力跟矛盾潜伏的，我们不能够不去了解，如果还有时间我想提第二个点，OK很快 ，OK。光明。哦，光明。我的第二个点其实是有关系到我们怎么去认识第三世界，那当然第三世界我想比较针对来谈的是跟马来西亚有关系，就是这个发展主义的问题，所以马来西亚想要尽量的在脱离这个所谓的发展中这个第三世界的这样子的一种想象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它其实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是强势发展主义导向的一种形式，就是strong development state 它的一种存在，可是我们也看到说这几年以来，当这个马来西亚政府把这个整个发展的形式从这个发展国家转向一种高收入国家的时候，它反而造成马来西亚在这几年的这个情况出现更多的贫穷跟不平的这些现象，所以我也觉得说到底我们在谈一种国家主导的这一个发展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就是去思考背后的一个社会打造，还有一种有没有允许更加包容性成长，就是说在所谓的发展的底下，我们怎么样去谈这个所谓的社会正义的问题、生活品质的问题、精神价值的问题，还有人文基础的问题，所以我是会觉得说这些好像也成为我们在发展当中的一些牺牲，而反而接受另外一个一种认识，就是说认为在发展的前提底下我们可以接受比较独裁的一种管理的方式，所以这个当然是非常类似新加坡，我不晓得说是不是新加坡在这个发展当中，它所形成出来的就是说发展跟独裁跟所谓的民主之间的关系。好，这个其实很期待周末老师可以帮忙解答。好，我就谈到这里，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e next speaker is the Zhong Gai from Beijing. 哦，那个谢谢陈光新老师和那个大会的那个邀请，因为那个陈光新老师来请我们来参加这个会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目的，是因为我和一些那个同事其实有一个小的这个研究的共同团体，那这个团体一直这几年一直在推动在做的一个研究是关于中国的当代史，特别是从49年就是所谓新中国的这个历史，每年我们会开一个关于新中国历史的会，那这个会呢是按照一个时间的一个顺序展开的，那么到了明年可能这个时候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开一个关于这个从研究从53年到56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会，这个从53年到56年呢，这个在中国历史当代史上被称为叫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那我想陈老师让我们来开这个会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可能是就是说让我们因为这个万隆会议其实在55年召开嘛，就是属于这个时间段的，可能也是要给我们一些灵感。但是我来了这个会以后呢，发现这个会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预想的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会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关于万隆会议本身的讨论，
就是说，万隆会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在这个会里面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事件，但是没有关于这个会本身的一些具体的那个分析的那个讨论。我觉得这个其实恰好是我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好像没有得到启发。我其实确实是得到了最大的一个启发。一个是说，我觉得其实在这整个的这个会场里面，特别是前面两天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发言里面，特别能看到一个就是说一个基本的一个基调，其实是说今天怎么样在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在一个在今天的一个亚非拉的一个角度上，怎么来理解今天的这个当代的这个世界。所以大部分的议题其实都关于我们怎么样理解今天这个当代这个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包括怎么理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比如中国的位置是什么，然后这个当代的这个世界它的那个发展的那个方向是什么。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也是有一个好像共同的一个愿望，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有一种新的比如亚非拉的视角。但这个新的亚非拉的视角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说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碰撞当中。而且刚才那个像孙戈老师的发言其实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当年造就了这个亚非拉的精神的那样的一些历史条件，在今天来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不可能以一个所谓的那样的一个复兴式的一个方式来找到所谓复兴这个万隆的这个精神，而是要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这个碰撞当中来找到它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两天的会听下来的话，我发现有很多讨论其实是在讨论关于这个亚非会议在历史当中的这个回响。那它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回响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是一个以一种非常的复杂而且很多时候是一种非常曲折的方式在发生影响。就是说不是说它的那种直接的影响性，就是直接的影响性我们可能在很多的社会政治层面或者在其他层面可以比较清晰的勾勒出来。但我在这个会场里面听到的一些其实恰好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经验，都是一些曲折性的影响，包括比如说对韩国的影响，对马来西亚的影响，包括对于没有参加这个亚非会议的像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些那些国家的那个影响。而且那些影响我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更有一种好像真实性和深刻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中国今天关于这个万隆会议的这样的一个理解里面，就是大家比如说听像这个徐江院长讲的这个芒果的故事啊，就是说关于第三世界，关于这个讲这个关于第三世界这个心情的问题，就是我们都会很多时候会诉诸一些回忆性的东西。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像刚才展安在讲另外一个脉络，就等于是说这样的一个亚非会议，然后这样的一个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当中的一个展开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我们中国大陆对于这样的一个亚非会议，对于万隆会议这样的一个理解里面，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层面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历史理解本身可能就是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它缺了很多其他的层次，我觉得。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所能够得到的一种关于这个就是这个会议的那种曲折性的那个影响的感觉带回到那个历史的研究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做这个当代史的研究，其实有一开始的出发点也是有点要突破现在一种就是说已经有点僵化的或者已经非常的常规化的历史研究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形容是一种比较的被动的知识状态，就是说好像历史很多东西它可以自动的呈现出来，自动的浮现出来，只要我们看一些资料，只要我们看一些档案，它就可以自动的浮现出来。但我觉得今天在会场得到的很多启发是说，这个我们看历史的我们是需要有一种主动的知识状态，就是说那历史某种上你可以说它是被动的，它不是一个自动呈现的，但是我们是需要有一种积极的状态去跟历史索取，去向它争取，然后把那些真正的有创造性的东西把它从里面等于拯救出来，或者把它拉出来。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回头去看这个万隆会议的话，我觉得其实有非常多的值得理解的层面，就这个会议本身。比如这个会议本身，其实它我们今天说它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可这个团结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万隆会议本身是一个很多人都愿意来参加，它成了一个确实是一个团结的一个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其实某种很大程度它是一个遭遇性的场所，就是因为这些亚非都是很多都是新兴的独立国家，他们很多国家彼此之间是没有外交关系的，然后这些领导人互相之间很多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比如像中国，就是像周恩来这样的，就新中国当然那个时候只是跟印度、缅甸就是几个少数的新兴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大部分的国家它是没有外交关系。那么实际上是万隆会议是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是让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有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场所。所以这个会议里面其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那些私下的那些，就是说除了在正式大会上的这种发言以外，是私下的那些交流、那些碰撞。那周恩来几乎跟所有的这些领导人都见了面。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有些是礼仪性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跟感觉，其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还一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会议，万隆这个会议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一个场所，充满了斗争和矛盾的一个场所，而且这个矛盾的一个很焦点其实就是新中国。因为万隆会议其实主要两个诉求，一个是说是和平，反对战争，需要地区和平，还一个是反对殖民主义。那接下来产生的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说当时新中国某种程度上就是亚洲的地区冲突的最核心的地区，就是亚洲地区的产的当时的所谓的两场热战，就是朝鲜战争和这个在越南发生的这个战争，都是有中国的深度的介入。而且当时在1954年以后的话，其实台海局势在发生了一个就是说恶化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个时候是很有可能产生地区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这是，所以对和平来说的话，中国就是问题本身。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所谓反殖民，那这个在万隆会议里面其实提出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方式。那这个是很多国家，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而当然这个不是说主要是针对中国，主要其实是针对苏联，但是中国在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具体的对周边这些国家的，就周边国家很多会感觉到它的一些具体的威胁，特别是包括像这个华侨的问题、移民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使得周边国家对中国会产生一种焦虑。那我觉得当时中共所采取的一个措施，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我直接去批评或挑战你这种就他认为不正确的认识。那当然他会认为说共产主义不是新殖民主义，但是我不会说在会场上去批判你，而是说他要搁置这些问题，而找到一个求同存异的可能。这样的一个方式本身，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中共当时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我需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我觉得中共在参加这个，我可能太多的从那个中共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但确实是因为我看到的现代看到的材料里面确实是比较集中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层面，因为其他当时参与的国家的一分钟啊也其他国家的材料我其实没有怎么真正的接触到。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中共为了参加这个万隆会议其实做了很重要的这个认识上的准备，就是他对于当时的这个世界格局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调整。那这个调整的一个前提是在于之前他实际上是在两个对峙阵营的一个框架之下来认识这个世界格局的，但是到了这个通过日内瓦会议以及通过后来在日内瓦会议当中的对于这个印度和缅甸的这个访问，那中国开始逐渐的意识到，就是说这些新兴的就中国之前是把这些新兴独立国家认为是某种程度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附庸，但是通过跟印度的这些直接的接触，那么他发现就是说这些新兴独立国家是有它的这个独立性的。所以在这种一个情况之下，他迅速做出的一个反应是说重新提出这个所谓的中间地带的问题。那这个理论本身实际上在1946年的时候是短期的提出来过，但这个时候是被毛泽东重新提出来，而且就是说在实际上在这个
理论的内涵上其实做了很大的调整跟改变。那么其实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上的一个调整，才使得就是中国。